Yo qué sé. Hello，Hello，hello, 宝宝们，我来了啊！今天继续吃这个牛骨髓啊，第三天啊，这个牛骨髓不怎么好找，淘了好几天才淘到的。啊，昨天看段子底下评论说我这个是鸡蛋糕，太不开心了，擦擦口红。这真不是鸡蛋糕啊，老铁！谁家鸡蛋糕是这样式的？哇哇淌油。这是鸡蛋糕吗？这个好啊，这个大。哦，哟，抠不出来了。
这个牛骨髓啊，你们让我吃的，哇，真热！我咋吃的这么快呢？我看别人吃的很慢呀。真咬不动。
谁好久没吃了，吃不到了，这好久不吃生疏了。还有筋膜，
天吃点上头的东西，来吧。这看这个上头不来，来呀！你不吃了今天？你是想不吃了吗？这个家伙，这可真那啥，羊骨牛骨髓，看没牛骨头，给你个大的，大的给你吃，你最大。你多吃点，你最大。这个东西可上头了，看好了。对，我吃过了这个，来，我拿这个大的。你妈空的那是，嗯，你看啊，看这个，这一口，就这几粒，这个是真上头啊。不过味道还可以，那个啥的孜然面。是不是喷你们脸上了？给你们来一口，看啊，你们来。香辣牛骨髓，哇哇，哇，牛骨髓，
牛骨髓。我们这儿下了一天大雨了，现在还下着，从凌晨就开始下。骨刺，太烫了。翻车牛骨髓来了，又卤大劲儿了，全成渣渣了。这是我强把火收起来的，多余都丢这儿了，还说我这是不是鸡蛋糕来着？嗯。这咋整成这样了？纯油啊！来上一块儿，哟，这煮缩了，